我觉得没大，你看这是三根血管，一二三啊，说明这是完全同样的一个平面。这是去年九月份，这三根血管作为坐标，这里也有一个血管。哎，你看这样，这样的话它就是在这个范围嘛，是吧？然后今年这个也是这样啊，正好在这几根血管中间。所以他说报告说似乎烧的那是，实际上我辨认它的话，我觉得它没变化，而且这个结节它密度比较低，它密度很低。嗯，我们测一下，我估计它负700，看到吧，真的负700。啊，所以呢，安全的继续观察吧。啊，但个头稍微大点，8-9毫米，10公分左右。可以再继续。我爸爸。对呀，80多了、嗯，老人更是要观察。那下回是啥时候？半年。半年到一年都行了，老年人不怕。